爬呢是一个环境非常好的地方，我们这里早上起来的时候啊，就跟在云里一样，所以我取名叫云里。我是陈小兵，90年的，别人也会叫我叨叨。我在大学读的是工商管理，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呢，去考了一个导游证。因为有导游证呢，我也是到处玩，去青海、西藏，那在路上结识了非常多的一些朋友，那开始有了住民宿的想法，所以我回到磐安去尝试一下做我们这个民宿。携程在线消息，请注意查看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老板。哎，你好。我刚在携程上订了个房间，你有看到吗？啊，我看到了。我就是问一下，你是从哪里过来的？我从义乌过来。哦，义乌过来的，可以的。那正常入住就好了。那你记得带上你的行程码。哦。嗯。哦，好的。房间已经为你收拾好了，期待您入住。啊，谢谢。嗯，谢谢。好，那有疑问再打我电话吧。好的。嗯，好。小猪呢是我个人想做的一个品牌，那我希望它从磐安开始发展，因为我们磐安的山水啊，它是非常通透的，感染力是非常强的，外地客人到磐安之后呢，都会对我们磐安的山水有非常深的印象，觉得我们磐安山水是适合他们安放灵魂和梦想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也想回到磐安发展，这就是我没有留在大城市的一个原因。小米，过来，再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好，可以熄火。你好，我是叨叨。你好，我今天来这么早，不会耽误你吗？嗯，不会的，现在客人都入住蛮早的。我看网上你们现在自己都挺美的，所以我想早点来参观一下。啊，可以，没有问题的。我们现在宠物小屋，然后那行李就只有这一个是吗？是的。好的。是的呀，我们这里山比较多。你们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景点和景色推荐吗？我们门口就有个大盘山博物馆，那边上呢还有像花溪风景区啊、百丈潭景区啊，这些景区呢都是非常不错的。那如果说你接下来这几天都想去走一走的话，我会帮你安排合理一点，让你过得轻松又惬意。这是您的身份证，还有这是我赠送给你的水果。好，谢谢。然后把狗狗给我吧，把狗狗安排到专门的宠物小屋里去。好，大家悠悠。嗯，好，悠悠跟我走。我自己个人呢非常喜欢去旅游，所以我会在外面学习到非常多的一些新东西，那我会把我接触到一些新事物啊，尝试的去把它带回到我们家乡，那我希望通过我这么一个尝试去改变我们家乡的一个面貌，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啊，能够吸引一些年轻人回到我们磐安去创业，去带动大家的共同富裕。好男儿自在家乡嘛，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到来了。我是叨叨，我在云里等你。